孩子们一一自我介绍一下。从凯西姐来。大家好，我是薛凯琪。我本来想要讲店长哦，我是薛凯琪。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菊。大家好，我是李子璇小豆子。大家好，我是陈意涵 Estella。好，欢迎你们。然后男生队。大家好，我是陈立农。大家好，我是 Justin 黄明浩。Yo， 大家目光上是我的兴奋剂，大家我是 BOGIE represent 9% all day every day。呜呜，哎呦哎呦，大家好，我是有长进哦。哇，哎，你们要不要自己就火花出来了？好，那这是来自我们男生餐厅、女生餐厅啊。刚才因为凯琪姐已经说，我也差点先面对大家先说是店长，就把自己的身份其实很明确，说说。你在里面担任什么样的角色？你们都说说你们自己什么担当好不好？我在店里面我就是店长，然后就互相照顾吧。虽然我是店长，但有的时候我的店员并不太听话。没有没有没有，就你来吧，你。我在我们完美的餐厅负责的是主厨和气氛担当。有人不同意哦，有人不同意哦。我在团队里负责的是团队维他命，然后还有管钱的，哈哈。哦，管钱的。我在团队里负责的是主厨担当，还有勇敢担当。因为后续的话，你们可以在节目里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勇敢的做菜的。哦，做菜是需要勇气的，我听出来了。对，而且你们两个对于主厨这个身份还在抢，等一下等一下告诉我们，我们先把男生介绍给大家。好的，男生这边的吃货绝对是长进，那这边的吃货呢？绝对不是豆子。来，三二一，豆子吧。豆子是没有停过吃我们店里面的东西的，吃到我们店里很穷。店里很穷？没有，反正我应该没有长进吃的多吧。来，可以，我觉得可以来 PK。 反正小豆子也是一直在吃，而且不光只是在店里在节目上吃，我们平时私底下在玩的时候他也是一直在吃，但好在他从来都不胖，我就觉得很奇怪。说说你们刚才为什么两个人要 PK 主厨。因为我从一进去就是主厨的这个位置，然后呢就有人一直觊觎我的位置，试图夺走我的主厨之位，然而他到底有没有成功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期待正片。来，我们听听他本人的说法。虽然说我参加这个节目之前从来没有做过饭，我是一个厨房小白，但是我也要挑战主厨的位置。所以我觉得在节目里面你们还是看吧，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线，我是可以挑战过菊姐的。哦，厉害了，又埋了一个悬念。所以大家知道今天为什么我站在中间做主持人吗？就是因为我们实在是太穷了，请不起主持人，全被他们吃光了，也没有剩下钱，这一个月呢也没赚到多少，基本上是亏的，所以我才临时上来做一下主持人。好了，那我们的女孩子其实四个人是完几乎不认识，他们比较熟一点，凯琪姐跟他们完全不认识，说说你对他们的感受好不好，评价一下。凯琪姐紧张吧？就我觉得很开心，其实接了这个节目除了学会了煮饭，因为我也是完全不会煮饭，其实都是认识，特别是这三位女生，不是说认识你们不开心，但是因为我们是一块住的，然后我们跟着一起的时间也比较长，然后就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有他就是很特别的性格，然后特别的可爱，那大家就会在节目里面看到他们有多可爱，然后可爱在哪里，然后麻烦在哪里，皮在哪里，对，这样子。那所以就很开心认识你们三个。对，好，来我们说说女生队这边。豆子。豆子你都没怎么说过话。豆子。豆子那个在发布会之前没有吃猪肉吧？没吃。有吃猪肉吗？刚刚没有，刚没有吃猪肉。OK， 那
大家很奇怪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跟猪肉有什么关系？豆子，因为我身上有一个，我身上其实有很多毛病，就是我自己控制不了的那种。就比如说我的普通话讲的那么标准，我就是控制不了。然后，就是我吃猪肉会有一些特别的反应，所以大家还是到看节目吧。所以我们是不敢让他吃猪肉的，如果吃了猪肉我就要躲起来了。然后一涵也没有怎么说话，一涵再说两句，说说马上就要分开了，今天最后一天吗？就是很感谢这个完美的餐厅可以一起来录制，认识了这么多优秀的好朋友，然后更感谢的是完美的餐厅让我从一个厨房小白现在变得会做了很多道菜，比如说上刀山下火海蛙，这个是在我印象里特别深刻的。但是也有一点遗憾，就是大家才刚开始在一起一个月，刚要熟悉就要分开了，所以但是我比较期待一个环节，就是不一样的餐厅，看到了大家很多真实的一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然后再次感谢完美的餐厅。对，那个一涵刚刚有说我们有一个叫做不一样的餐厅，这呢是一个访谈类的环节，所以算了我还是不说了，但是真的是哭倒一大片，好多女生都哭了，那他们到底为什么哭呢？也希望大家能去看节目，真的是很舍不得。其实包括我自己，我今天站在这里主持这个，我心里说不出来的感受。昨天晚上我们玩到很晚，一直在聊，有真心话大冒险的部分，但更多的是聊天，对对对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美好留在心中，所以我们接下去要约的啊，大家都要约的。好，那这样在最后的时间呢，我也是真心的希望你们，我们一起来说一句有口碑才完美，好不好？来，三二一，有口碑才完美。也感谢所有的媒体朋友，谢谢所有的金主爸爸，那我们来进行合影留念，好吧？好好，来一起，三二一。完美的餐厅，好，谢谢大家。那接下来时间呢是我们的专访时间，请男生女生准备一下。谢谢你们。